昨天听老公说这个游戏让他找回了结婚前的快乐，我倒要看看这是什么游戏让他这么快乐。瞅瞅这么多宠物，是不是偷藏私房钱了？看我把你的 S 宠都合掉。啊哈，怎么还合出 SS 级宠物了？那不行，那我就把你的高级装备全洗练了。不会吧，怎么还变厉害了呢？算了，刷刷副本吧，没想到这么强，轻轻松松就打赢了，还给这么多资源。什么渣男竟然在游戏里给我种了一片草原。好，那我也渣，不用掩盖了，互相伤害啊。